做出就是如果按照产业别啦，哈，或者是业务啦，或者是产品名称，反正就看你需要按什么来分类，反正它自动就可以快速的帮我们产生嘛，哈。所以基本上程式都没有变，你可以把整个程式复制之后的话，快速分类后面加产业别，刚刚是业务嘛，快速分类的业务，然后其他都没变，会变的部分的话，主要是各位可以看，一如重复这个，这个是 remove duplicate 哈，duplicate column 这个栏位有没有？本来如果我们是业务是第三栏，所以你们可以原来是三，对不对？它只要改成四。就变成移除重复是第四栏，以第四栏，然后移除重复的清单就会是产业别了，哦，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改成四。另外呢，我们这个 for 回圈有没有？我本来 x 我另外独立，不，本来是写的是根据 range 的什么 range 的那个 C 应该是 C2 向下嘛，哈，哦。那其实你也可以改成 sales，我讲过啊，sales 跟 range 最大的差别就是。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名称，那一个是我们的坐标，哈。那这边的话可以改一下，就是说，我们。